蒙面老师评价一下这周出的很多中国的宏观数据，特别是 GDP。GDP 其实是从那个同比降幅已经到 4.7% 了啊，如果是看季度的这个环比的话已经到 0.7% 了，也就是说如果年化的话可能就是按二季度的这个速度啊，如果去进行年化来测算那只有 2.8% 了，就是 GDP 肯定是在下台阶啊，毫无疑问。但是 GDP 它是一个很滞后的指标啊，你再去看其他的那些数据啊，其实都不是很理想啊，包括社零消费啊，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是吧，同比只有 2% 的增长，环比的话就是已经出现负增长了，这个历史上都没有过啊，就是六月环比五月反而下降，这个、历史上都没有过。还有这个包括新开工啊，竣工房地产的竣工数据啊，也是这个陡峭性的这种下滑。所以说你看其他的这个数据的话还是不是那么乐观啊，整体来讲可以一句话这样概括，就是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呢啊，就是内需很疲弱啊，投资也很弱啊，只有出口啊这一个亮点啊，就是出口呢可以说是在独木啊支撑着整个中国经济啊，然后出口整体来讲啊上半年还是很强劲的，还是很有韧性的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那个标题起的就是说世界工厂民生之本。民生之本啊，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工厂融入全球产业链啊，这个中国是极大的受益的啊，特别受益的，而且尽可能的要把这个受益的时间呢维持的时间足够长，这个对中国的民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啊，是对14亿人的福祉是有最大好处的啊，而不是那个房地产啊，也不是那个基建啊，那个绝大部分人得不到啊，就是说这很得不到好处 太多的好处，或者说是它甚至有一些副作用啊，比如说过度投资啊，比如说房地产的泡沫问题啊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出口不一样啊，出口世界工厂不一样，世界工厂是实打实的啊，可以赚到钱的啊，可以带来就业机会的，包括可以赚取大量贸易顺差的。你看我们六月份这个出口同比增长8%，然后进口是同比下降了嘛但是贸易顺差反而是历史之最就达到990亿美元，将近1000亿美元。所以说你看全世界的贸易顺差一半多都被中国给赚走了。现在什么过去什么那些世界什么制造强国，日本啊德国啊，当然他们还是很强啊，但是他们的贸易都是现在是逆差。你像日本08年以后大部分年份的都是贸易逆差，德国也是啊，就是疫情以后这几年嘛经常容易出现这个贸易逆差，然后韩国也是也会有逆差啊，然后这个中国台湾因为半导体出口比较强劲啊，它是顺差。就我意思说你看经过08年以后这么十几年啊，整个那些所谓的制造强国啊，是世界制造强国德国啊日本啊，他们都变成了逆差国啊，赚不到钱，从这个全球贸易里面反而是倒贴钱的，是逆差，对吧？而我们中国不一样，是吧？世界工厂确实是啊，产能占到全世界的30%啊，这个是实打实的、扎扎实实的，是中国14亿人的核心福祉啊。我觉得把这个尽可能维系好、维护好啊，或者延长它的存在时间，我觉得这个实打实的是对。整个民生之本啊，是中国最大的福祉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世界工厂的没有了的话，大家可以想象，那中国经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？请问蒙面如何理解巴菲特近期减持美国银行，增持安达保险？对，巴菲特他那个现金持有不是创纪录了吗？不断的这个累积现金啊，其实也就表达他的一个对宏观的一个态度啊，就是他认为风险要临近嘛。减持银行股，增持安达保，具体增持保险这个我没研究过啊，可能他就是银行的风险慢慢开始凸显了吧啊。但是我觉得值得关注就是他的一个现金持仓比例是越来越高啊，现金的总的金额越来越高。